和朱伟正在赖清德旁边笑到合不拢嘴，信赖台湾活动来到台北场，不过一眼望去却不见王世坚身影，原来是根本没被邀请。我们的宣传车都在路边，都在旁，所以我们是开放，然后希望所有支持赖清德的力量都一起集结起来。对，我没有接到今天早上这场大会的邀请，那如果说他们的会有邀请我，那我就一定到，至少我没有听到欢迎两个字。话说的无奈，毕竟两人初选厮杀，刀刀见骨，甚至告上法庭，两人意难平，连要何志伟喊出一句王世坚动算，他是打死都不愿意。我在台上喊出王世坚动算，支持王世坚。今天我们全部的主轴就是信赖台湾。初选过后嘛，那难免他们会有一些情绪。我这一次唯一的错，就是我参加的初选，而且我赢了。王世坚激动喊出参加初选是唯一错误，这让对手游淑慧是听不下去，立刻开枪。现在才在认为说他初选是错的，那他后悔了吗？那叫未来士林的选民哦，怎么样去支持他？那结果你逃了塞瑞吉啊，你就好好选。游淑慧先前才抛出与何志伟合照，外传何志伟私下协助牵线，替游淑慧介绍地方有利人士，被解读是想报王世坚的仇。我那一天遇到何志伟委员哦，是一个公开的活动哈，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世坚大哥有一些阴谋论，觉得要欢喜甘愿呐，你袂使讲拍牌了，那即马讲哎。选完啦、啊，你就不应该喊痛啦！我不知道世坚议员现在会不会后悔当时怒删何志伟的 LINE 哈。何志伟也否认全是跑行程偶遇，不过游淑慧平替何志伟叫屈是耐人寻味，尖尾之仇结未解，反而越打越紧，绿营内部团结不了，更印证了那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记者郭先阳、张书涵特别报道。